的就是下一位在了解文化当中的哈尔滨艺术节，这个稍微慢一点啊，哪个字的更好，字的更好节奏。节目音乐第三圆舞曲，我的教练是贾曙光。做的四周跳后面，因为骆宾有点问题没有接上，他把后面的单跳后面之后补上了一个连跳，所以呢，这样他在连跳的一个分值上也不会丢太多。对，而且我真的看出来，为什么他在上场之前，他的教练一直在嘱咐他速度要控制住，因为这个运动员他的特点就是可以看到他的滑行简直就像行云流水一样，在不经意间。他就已经起跳了，而且他的速度在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来起跳完成动作，第一个三周半跳真的让你还没有反应过劲儿，他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样的跳跃在分值上，而且他绝对会有 GOE 加分，质量是非常高的一个跳跃。对，他的那个安小三周跳可能会裁判都给他加二，就是那个后来点兵四周跳有一个翻身，最后后面有最后的连跳没有加上，对，这是他临时决定接的一个接的一两周，在一套短节目当中，一个连跳，一个单跳，一个阿克赛尔跳，对，说明这个选。
选手他的这个头脑应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对，真的就是看完男子选手这个比赛，我真的非常激动，因为看到了我们国家年轻的男子选手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有那么多的这个后备力量。对，后备力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很多人都可以达到这么高水平，所以真的我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斗志。对，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的宋楠，在国际比赛当中，他的这个难度，他的这个就是他的成功率，甚至在他打败的滑轮赛上，自由滑他的技术分值秒杀了世界冠军陈佩琪。对，所以这是国人为之一振。以前我们曾经有担心，哎，男单好像一时半会儿接不上，但是现在看到这冬运会这一批男子单滑选手，我们信心百倍。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多美的一项运动。好，来看一下严寒刚才这套短节目的成绩，技术分是1.40，节目年分是36.75，这样的话的总分是77.15，获得了亚军或者冠军的就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宋楠，获得第三名的是哈尔滨代表队的金博洋，向我们各位帅气的小伙子表示祝贺。